我勇气面对挑战，恩典太美丽，无什么可取代，唯求将生命。大一年班之前，你虽然面对上帝，但其实上帝已经不停俾好多恩典我啊，无论我家庭啊、读书啊，各样嘢都好顺利。咁跟住信咗你之后，亦都系啊，俾好多恩典。跟住结婚啊、生小朋友啊，咁即系都俾即系，真系呢度所讲个副歌所讲真系好美丽咯。我会读嘅，咁我就嚟咗放呢个书啦。咁我咧。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本身佛道，问过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决定自己不会得永生。我当时记得个好深刻就系，我话其实系一个好理性嘅一个嘅 commitment 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除咗係可能係需要一個情之外，仲係需要一個嘅好實在、好理性、好可能甚至又好硬、好高嘅一個嘅權威嘅，即係去啦，開始新去啦，咁樣啦。即係唔似你嗰啲咩拜神啊、先嗰啲又咩咩咩啦，你做咩唔做咩唔做咩，但係從來冇講話愛人啊嗰啲嘢咧。但就主要收穫得佢真係好無私咯，即係咩人都愛咯，收穫得就好接受佢咯，所以就開始接觸佢。即係咁樣可以講翻去轉頭咯，咁所以即係好單純，信就信，咁冇乜去諗過，亦都冇乜 challenge 我啦。好老實講，即係到一刻到我都覺得係好感謝。單純我都有一個感受嘅，因為咧我個同事咧即係個律師啦，咁佢又即係好有學識咁樣，咁但係佢咧佢自己個細佬係啊，佢一本都唔熟，咁所以咧呢本《使徒行傳》咧其實一個好大嘅目標咧，就係向啲外邦人解釋點解福音無端端喺猶太人裏面咧就轉咗過去外邦人嗰度。咁所以你喺《使徒行傳》咧，你會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睇到啲故事咧，就係講緊。保罗同即保罗啊，或者呢班人咧，佢哋向犹太人传道，但系犹太人咧就唔接受，结果咧福音就向外邦去宣告啦，犯罪嘅人啊，或者啲吸毒者，即比较极端啲嘅例子，佢我哋会唔会都系咁样去睇佢哋咧？咁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值得我哋去深思嘅。不过上帝就系爱嘅班人，好似昔日。上帝咧，佢差派咗保罗同巴拿巴就去福音咧，把将福音咧传俾外邦。咁所以我哋今日先至有机会去一齐传福音，我哋一齐都会为福音祈祷。都系因为上帝唔系净系拣选犹太人，佢系拣。同聚于主圣殿来数算我主恩典。还给我勇气面对挑战。咁样教大家可以睇下啲生活方式啊。